除咗楼龄，都算系资讯租盘。阿叔，我经历过人生嘅高高低低，点会唔值租啊？但逢亲租盘都要面对租约期满。呢条女走佬啦，炒我！趁住重新招租，好好翻身呢班中老，一於叫出租大叔，用我哋几个大叔做卖点。你想做鸭啊？做佢，我加钱，我唔会亏待你嘅。你开工？系啊。Uber Taxi 成片出租大叔，10月14号晚9:30。